无需封存，无需封存。立法院这一周开临时会，今天的第一案就是国营事业预算。国营事业预算里面的台电的预算里面有一笔隐藏了13亿的核四的封存预算，这一笔预算呢，就是为了让核四封存提供当初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要让它封存3年的一个计划，至今已经封存了1年半。新政府上台之后，难道还要让核四继续封存吗？封存了一年半了，现在总应该好好把悬而未决的核四问题来解决一下了吧。所以我们主张今天的院会里面应该要把核四的封存预算删除，我们想要的是真正废除核四的具体方案，而不是还要一个封存3年的一个核四厂。我们非常希望在台湾已经长久争议这么久的一个核四厂争议能够在新政府的任内尽快解决，希望他们尽快提出废除核四的具体方案。那删除核四封存预算就是这个第一步，所以这边我们要呼吁各个党团一起来支持删除核四的封存预算，全部的删掉核四封存的预算，是我们今年在立法院会主动要推动的工作。所以今年6月5号在第一次民权院长进行施政总质询，我曾经把核四封存的事情清楚地提出来请教院长，院长很清楚地承诺到目前为止核四没有任何重启的计划。那既然没有任何重启的计划，那我们为什么3年要花30几亿？那如果以今年编的预算来讲的话，总共有13亿5600万。我们听到了林权院长非常清楚的承诺，当然那个时候他只说他会进行全面的检讨，那如果确定没有重启，那自然就没有办理封存了的必要性。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那时代力量党团已经正式的提案国营事业预算当中有关于核四封存13亿5600万的经费全部都予以删除。105年度的总预算，事实上它是在去年的时候，它就差不多就已经在编了哈。所以呢，等于是说我们是延续性的。那当然是说在核四封存的这一件事情上，我想我跟各位环保团体的立场是一致的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封存的这一块的预算呢，把它删除。但是就是说核四它本身，它其实它还有其他的预算，因为它还是在一个管理当中的哈，它还没有废除。昨天我跟那个行政系统的人联络，他们也是一直在精算，就是说到底要保留到多少才能够让它保持一个维护的一个状况。这个部分的话呢，今天会再做一些的讨论。民进党现在开始执政了以后，他必须要再去做一个解释，看看这个预算里面呢是不是有一些的需要再修改的地方。那我想是说，我们立法委员基本上我们是删预算，我们不会给他加预算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是删预算的，只是可能中间还是在需要做一个审慎的一个沟通。毕竟现在民进党他是在执政，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在执政的一个思考之下，能够删到一个什么样的最低的限度。然后呢，他能够向人民宣示2025非核家园这样的一个目标是绝对不会变的，而且大家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我们都是要求呢，各党团呢，其实站在人民的立场，应该要删除这一笔预算。尤其啊，我们在这里呢，特别要呼吁民进党的党团以及民进党的所有的立法委员呢，你们应该要主动的提案来要求新政府删除这一笔核四封存的预算。蔡英文政府明明就讲说2025年要迈向非核家园，那如果2025年要迈向非核家园的话，为何我们今年还要浪费这13亿元来封存核四呢？封存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重启呀。所以我们在此要求民进党的所有的立法委员以及我们民进党的党团，请主动的提案要求删除核四封存预算。为什么会有这个封存计划？大家回忆一下，那是因为在2014年，因为民间反对的运动，所以才导致政府认为说核四的疑虑太大，所以就开始停工封存。那为什么封存不是直接停工呢？那当然就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时候，他的意思当然是指下一任总统决定，就是说如果下一任总统是国民党，可能他就会起风了。那可是问题是，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核四封存计划是一个以起风为目标的一个封存计划，所以这不是一个解决核四的一个问题，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方案。核四封存它只要留下保管这核四资产的这个人力就好了，它不需要再所谓的去维护保养。封存的意思，维护保养是它一定要让机器一直在启动当中，随时都可以这样运转。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讲的是
目前也只有核四一号机有到站，核四二号机根本还没有盖好。如果今天核四还要等到它盖好的话，还要再追加很多亿的预算。之前呢，曾经评估是接近500亿的预算，还要再施工好几年。如果各位知道核四厂还是一个烂摊子，还是需要花到那么多年，还需要追加几百亿预算，我不相信现在全民会买单。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早就已经难以为继，应该要停止。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不要再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封存计划，赶快决定让核四废止。短短北海岸85公里，有了三座核电厂，那包括这一座要死不活的核四厂。从淡水的油车口到三貂角这样美丽的海岸，使用将近40年的两座核电厂还不够吗？现在的执政党没有把这个预算删除，没有那个决心，没有这种魄力，那请把非核家园的政策拿掉，我们一样再一次走上街头。所以我现在除了呼吁马上删除，核市场能拆的拆，能卖的卖，赶快卖。土地怎么利用，问问地方的居民，他们的期待跟想象是什么。在反核的悲情里面，我们还是存在着希望。我希望除了删除预算废止不封存以外，我还希望真正要做事的政府不是这样子，我看不出什么样的方向目标。我们人民期待那么久了，用选票让一个政党，让一个非核家园的政党上来，绝对不是要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所以我这边再次的呼吁，能够走向非核家园，绝对不是用手口说而已，绝对要有行动。我们以前面对的一个永和政府，他宣示了一个东西，我们出来反对，我们出来诉求，他们反对。难道今天要重演这样的局面吗？难道现在执政已经多久了，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如果这个政府要做事，成立一个行政院非核家园推动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底下，不管是节能减碳，不管是电力问题，不管是核废处置，不管是专责机构，不管是厨艺，甚至现在的干式储存等等的问题，我想不是一个所谓非核家园四个字这么空泛，它绝对有一个方向可以走。我们不能再延宕下去了。